不认识我这两把枪。老子才是李向阳。俺是李向阳。我是李向阳。我是李向阳。俺是李向阳的老婆。应该是这儿，怎么什么都没了？怎么办，队长？分头找，是找出来以后就给他炸了。这边，不对，咋了？这么安静？小杨，咱进来了，我就没想再活着出去。出去了，大不了就往一起炸。那是啥？小杨，是毒气。不好，中埋伏，这边。陪你去。哟西，哈哈哈哈哈！丫头，伙计，伙计，小伙计，死对呗？嘿，什么？嗯，嘿，来，嘿，嘿。夏阳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婆，停住了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你睡。主公，别放弃啊！这边能透着风走吧？打一块布撑。这有几个擦了？三个，咋了？奶奶的！就该在这一带呀、啊！你连在这儿，他那要找了激动的口，我还用那么跑吗？糟了，搞半天你不知道动物在哪儿，我不跑了，以后不能信你了。哎，奶奶的，找死咱了！哎，兄弟们呀，你们咋从这儿出来了呢？啊，哎呀！大佐，我们再去搜吧。没这个贼呢。李向阳已经跑了。八哥，我的，敌过了李向阳。子路一牙子，那是你的现在是个副官，嗨，用中国话贴到杨村的周围，嗨，李向阳，你的第一个小队已经被我的弄死了，第二个小队也被你的葬送掉了，你的作为人的干活，你还有脸活着吗？我在那边，哎，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儿子，嘿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到你这个地步，一定会和同伙一起死，而不是苟且偷生。我还告诉你，这六个人没有死，他们还活着。
就和你要炸的东西绑在一起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运走这批军火，也许我会考虑放走你这六个人。呀，咋到现在头还疼呢？哪也疼。小鬼子盘的啥东西？哎，老康，哎呦，俺娘教俺的，喝凉水，哪不舒服了，喝凉水就管事儿。嗯，哎，你尝尝，你自己喝吧。不喝，你不喝，喝。哎呀，老张杆子，老张杆子，哎呦，哎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哎，不敢让你伺候俺去。你这不敢帮你忙去。你没事吧？我的妈呀！保险推上，看，就走不了火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。记住了啊！老侯，枪再借我威风几天。那可不行，那一枪是你俩放的？是他开的。行，交种。富贵，我有话问你。你咋知道那洞里有插道？啊，俺哥告诉俺的。你还有哥？啊，在那个道观干活的时候，那认的把兄弟。他是干啥的？他是玩炸药的，给那个洞里面炸那个坑道里面的路啊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现在哪？远着呢。咋了？坐，带我去找他。不行不行。俺哥说了，那炸完坑道，小鬼子就害他，这好不容易捡条命出来，那他谁也不见呢。让他来。那个富贵，想不想娶秀花啊？想。可是那秀花说了，俺只喜欢英雄，你不帮忙打鬼子，你咋成英雄？那俺大哥也不是鬼子呀。你大哥不是鬼子，你大哥可以帮着打鬼子嘛？个死鬼，这个都不懂。啊，成，那俺去。好，行。大哥，我也去。好，咱可没说。你俩跟着一块儿去。山羊，我也去。老高，你身体还弱，你就在家歇着。不，咱都说好了，到哪都在一起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我活着也没啥意思。小杨，咱就剩下这最后一个机会了。好，都去。五月的清晨啊，温暖又刺骨。刺骨。报告。哦，稍等。温暖又……太上。有消息，严小七，李向阳已经带人去找挖军火库的人了。阿达，啊，军火库的人不是统统处死了吗？当时他那个阿达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我们已经认识他的错，已经派了几个人去。几个人？啊！放他！哎，没关系，第一战队、第二战队和特务战队，跟我出发。这两天李队长来了没有？没有啊。苏静已经派人去抓当时修坑道那个人了。那李队长知不知道这事？李队长也去了。呀，那他们就做埋伏了。对，所以必须马上通知他，这事非常紧急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去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
想问点强子。你咋认他当大哥了？哎，别人都不拿俺当人看，只要他对俺好。早前他还在道观那儿掏洞子的时候，俺去给人送粮食，没地方待。每天呀、啊，他都让俺去他屋烤火，给俺吃的，给俺喝的。哎，最重要的是，别人都以为俺是傻，就俺强子哥知道俺最聪明。哦，他认为你最聪明啊？那你这哥傻的也够可以的。到了，哎，不成，俺哥他根本不理别人，除了俺、啊，他谁也不理。这样，俺先进去跟他说说。你不管咋样，你们都别进去啊。奶奶，你还挺难伺候是吧？行，你去吧。哎，那俺先去了啊。你是我爹吧？是啊，李队长呢？早就走了，说是找强子去了。这会儿估计已经到了。哎呀，这个咋办呀？这哥，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怎么了？啊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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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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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富贵就够怪了，他哥比他还怪呀。可这脾气再怪，哥俩也不能见面就打呀。这是啥规矩啊？不好！富贵不让进。强子，你们是谁？大哥，他们是帮俺娶媳妇儿的，俺现在一直跟着他们。你拉倒吧你！娶媳妇儿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们是打鬼子的。你们是打鬼子的？强子，长话短说，鬼子把军火藏在杨家沟的山洞里，我们必须炸了他。可那洞里太复杂，我们找不着军火在哪儿。富国是我们好兄弟，他说你最清楚里边。杨家沟只有三个坑洞，要是鬼子真把军火藏在里头，那只能往一个洞里头放点东西，另外两个洞都不保险。是哪个洞？沙袋。奶，人太多了，还有车都到咱这儿来了。强子，你必须先跟我们走。福哥，老高，带强子上。是。小头，嘿，我的，太上，我们的自己人在里面。哦，也许在华北平原寒冷的空气里，一个军人英雄。但是，你纪念他吧。我的，嘿。啊！
趴下！走，带他们走，好，快！师爷，我和你一起。老康，老康，报告大总，我发现有几个人从后面跑了。王哥，哎呀，阿哥，第一连队分两个小队，包抄过去，一定要抓住那个人，生要见到人，死要见到尸。嗨。你咋了？马爬晕毛了，快点！小郭，你先在后面墙上走，我掩护。你小心点！哎，还想着够意思，走吧。快点！快！上去，上去！这。让你见识见识爷爷的厉害！老老太，富贵，哎呦我去！哎呦哥，俺这晕装的像吗？你小子啊，哎，真会装傻。可那帮是打鬼子的，打啥鬼子呀？他能给咱吃给咱喝呀？他能给咱钱，能给咱娶媳妇？混蛋，你太不仗义了你！仗义就被人一锅毁了，咱跑吧。不行，咱俩分开跑。兄弟，嗯，不管谁活着跑出去，每天清明接着上坟上要你把土。走，你保重哥。霍，大哥，他们人呢？丢了，老了，那强子还背着一个比我的跑得快。快跟我去找他们。你不是李向阳那个吗？李向阳不会杀我，好了，我兄弟在那边。向阳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强子，强子，强子怎么了？他被侯德刚给打死了。说什么？向阳啊，我早叫你别信他，他是个狼啊，我都差点被他干掉。老侯，向阳，他带着鬼子来了，他来害咱们。姓康的，别让老子碰见、哦、我非宰了他。姓康的在这儿呢，你想杀人灭口啊？奶奶的，你倒先回来是吧？你个孬种，老子你放开！你杀了强子还想杀我？你他奶奶倒打一耙是吧？李向阳，你别替那恶人先告状。今天晚上这事儿，你们俩必须说清楚。我问谁谁回答。老康，松井炸院子的事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被土埋起来了。然后我就去找你们，天黑我根本找不着自己人，到处都是鬼子。后来我听见强子的叫声，我就跑过去了，
看见侯德章正举枪对着强子。去你奶奶的，是你杀强子。侯德章，你不是跟小郭他们一起走了吗？对，可小鬼子扑得太急了，我让他们先走了。没错，老侯说他掩护我们。你们俩都说是对方杀了强子，我问你，强子在哪儿被杀的？小树林，小树林西北角。夏强，对不住了二位，情况紧急，小郭，他们俩都捆起来。是。不过，俺大哥不丢了，那肯定是死了。别哭了，富贵，快带我去小树林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已经来不及了，俺哪见过这么大阵势啊？早知道不带你来了。崔富贵，你再不赶紧，不但你强子都来不及了，连你命都保不住。起来，拉倒吧，俺不听你的了。自打你们来了，俺是大哥，大哥也丢了，媳妇没娶上，那炸军火库跟俺有啥关系啊？俺不去。崔富贵。你强子哥也许是没了，可这军火库我必须找，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事儿。你要是不想去，你走。你敢不敢走？俺现在就走。你别在背后打开枪。站住！你甭拦吧，俺就知道你不让俺走。拿着，回去告诉你老张杆子。是真心喜欢他女儿，带着他们走远远的。走吧。俺就没见过你这么会转心眼的人，俺娘都说了男人钱手短。那俺带你去吧。好，走。这钱还有吗？再给点吧。你给我走。有点事。小郭，你把我松开，你谁都别帮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叛徒。两位爷爷，没准咱这是个误会，我看你们俩谁都不像坏人。小郭，你信得过咱吗？信得过把他松开？求求你们了，别再逼我了。你跟我，哥，强子，哥，你要活着，你出个声。过来，坐下。走。太子，李先生，好点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应该在窝里等，让他们。活选死要吧，奶奶的，你怕是心虚睡不着觉吧？呸！我是帮小郭看着你，我怕你跑了。咱是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啊。哎呀，谁心里嘀咕谁自己清楚。记着，我就是变成冤鬼，我也跟你小子没完。奶奶的，你是冤鬼，你死了才不冤呢。当心阎王爷让小鬼把你给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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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你给炸了。两位爷爷，两位爷爷。富贵，你现在知道你是啥了吗？啥？你现在是战士，我们现在很危险，敌人就猫在我们身边，说错一句话就可能送命。你知道你该咋做吧？俺啥也不是，老成吗？你个崔富贵，就你最聪明。富贵，给我点袋烟。老子还得伺候你。李大哥，哎，哥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都快被他们说死了呀。给他们俩解开。哦。强子呢？
叛徒，你杀了我们多少人，我要让你血债血还。奶奶的，你再敢骂，你信不信老子把你脑袋刮拧下来。行了，从现在开始不许再提强子的事儿。谁要是再做对不起大伙的事儿，我李向阳的子弹不长眼睛。明天一早我们从富贵带我们出来那个洞口进洞。富贵，哎，到时候你领路啊。咱们进哪个洞？富贵说二号洞最大最深，我们把宝压在二号洞。好，现在回去睡觉。睡觉，好好休息，明天天一亮我们进洞。富贵，关灯。俺不。你好老子懒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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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肚子。睡觉睡觉睡觉。富贵，明天就要打大仗了，你怕不怕？怕。瞧你那点出息，没跟鬼子正面斗过吧？哎，你开过枪吗？没有。俺就跟着老侯开过一次。你比我强不了多少。说句实在话，俺也怕。刚才净顾着掩护你们，没来得及跑。老了的，现在这腿才开始哆嗦。冷。说实在的，俺也怕。你说这子弹嗖嗖的，听没声俺都想尿裤。那你明天能去啊？咱明天可是去见大阵势，不光有子弹，还有炮弹、手榴弹，全往咱脑袋上招呼。唉，俺教你一招。俺强子哥说的。啥招？你要怕了呀，你就大喊一声，给自己壮胆儿，管用吗？不信你明儿试试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咱聊点别的。哎，富贵，你跟李大哥见面之后都干啥了？别问，俺啥也不知道。早晚被你气死。糟了。原来都说俺会装傻，今天我才发现，有人比俺还会装傻。谁呀？不能告诉你。哎，告诉不告诉？糟了的，我这个人就有个毛病，不把事情问清楚，咱就睡不着觉。哎，富贵，富贵。时间不多了，只能靠这几个人现攒起来去跟宋景斗。李向阳啊，李向阳，你到底有几成把握？必须把军火库炸掉，必须炸掉，还要把第二分队的兄弟们救出来。长河派就在明天早上了。这是谁？这又是谁？大哥，好兄弟，来得好。李向阳啥动静啊？都在这儿等着呢。时间紧。谭总，情报到了。谭总，谭总，
다가 나냐 시타로 지금 받아 요시 알하드 俺是真心和你好，俺都为你打死好几个鬼子。你别过来，你让俺进去。你别叫，俺把话说完了，俺让你进去，好不？今天我跟他们去打鬼子，这一去，恐怕俺就回不来了。你真要跟他们打鬼子去？嗯，俺要是回不来了，你就嫁给别人吧。呸呸呸，俺就没做过你媳妇儿。听你爹答应俺呢，要不是你逼俺们，俺爹能答应你吗？崔富贵，你说说这村里的人谁不知道你傻？傻的啥便宜都让你占了，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俺爹说了，你这人不实诚，俺跟了你肯定要吃亏的。俺都为你打死好几个鬼子了，俺图的啥呀？肯定是人家给你钱了，你才帮人家杀鬼子的，反正不是为了。你咋知道啊？俺不是知恩不报的人。俺被鬼子欺负，你伸手的时候，俺心里也咯噔了一下子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你去跟他们打鬼子吧。你要是回不来，俺也不嫁人了。真的？俺答应你这个行吧？要是回来了，俺看你是回不来了。你，俺回来怎么着？俺回来呢？你，反正这么配不上你。昨天晚上都睡踏实了。出发前我说两句，你们大伙儿谁都不像我李向阳，我不求你们跟我一起出生入死。那丑话说前头，今天活着出来的希望不大。谁现在想撤还来得及。好，迈出这个门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李大哥，咱命都交给你了，干吧。好，向阳，那六个战士还绑在军火库，咱们要是炸了，他们咋办？咱们这趟去还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，听天由命吧。出发。秀花，再跟俺说两句话吧。看见李向阳的人，狠狠的打，不信邪的要。不够，太少！送军火的大部队和卡车离我们只有十里了。没有戏。天大黑秀，天大黑秀，天大黑秀，天大黑秀。
虎啊，怎么搞的？这富贵怎么弄那么一手？小鬼子哪那么大块头的？那是韦应福凑合的。那好了，第一次穿这身皮，咋老想抽自己嘴巴子呢？哟西，你弟很像日本人。咱谁官大啊？啊，咱谁衣服官大啊？你，你弟大。啊？嗯，我不行不行不行，俺娘说了，出头的鸟先死，出头的木头先烂。这打起来还不先打呀？富贵聪明，说书得这么说。擒贼先擒王，你惨了。行，大家注意啊。嗯，一人一把刀。嗯，进洞以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开枪。哎，确定就这洞口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强子哥跟俺说的，好，这儿能通二号洞。富贵打头阵，好，其他人跟着我。嗯嗯，走。轻轻松松，快点！马上马上！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！赶紧站！全体注意，货物经过通道，任何情况下不许开枪！嘿，按照原计划，我们防他进了二号坑道。大佐，我们的接军火的部队已经到达杨家沟。哟西，是时候了。三号坑洞的军火，起运。其他六个第八路的。卡洛斯。嗨。诺，慢点。六个八路的放到一号坑道杀掉，如果李向阳的不中我们的计，不进入二号的话，那么三号坑道是军火，一号坑道是他的战友，我不相信他分身有术。去哪儿？向阳，快走！这边。为什么去那边？咱不是去二号洞吗？军火在二号洞吗？只有二号洞才可能装军火。是吧。崔富贵他哥不是跟他说，只有二号洞才可能藏着军火吗？啊？没有，俺说的是三号洞。崔富贵，什么脑子？啊，自己说过的话自己就忘了。你听错了，你听错了。大哥，富贵是说的只有二号洞。小雅，别跟这个傻子折腾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是人是鬼？你说呢？强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老他还真有诈尸啊！老康，没想到强子还活着。小杨，这是干啥呢？强子还活着，你怎么瞒着我？你枪法够准的，可惜呀、啊，你打到了这儿。强子，你活着就好，强子兄弟。小杨，当时鬼子都围上来了，我要是不打死他。会落在松姐手里，侯德章要带着强子去投靠日本人，没有办法。去你奶奶的！
到现在你还嘴硬是吗？你个臭不要脸！郝队长，你别忘了，你手上沾着特派员的血。县长，你也别忘了。没错，他是杀了他，可他杀得好。你说什么？他杀的是一个假特派员。什么？我跟小郭把这个死去的特派员从坟里挖出来，我检查了他的身体。老侯他没撒谎，子弹是从前胸打进去的。这就说明那个特派员杀人灭口，在追杀老侯。小杨啊，你咋连特派员都不信？你信他？可这个特派员身上为什么刺着日本字？我告诉你啊，真正的特派员已经被证实了。老侯误打误撞帮了我们的忙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不但要受你的骗，还要受那个假特派员的骗。我相信，松井现在在二号洞已经设好了埋伏等着我们，但强子告诉我们，军火藏在三号洞。小杨，你根本就到不了，就算你到了那儿，也炸不了。